上辈子等我哦。喂，然后那个牛子么？你不是去学校吗？喂，我现在买了新衣，又有新的 bag， 又有新裤子，你还想怎么样哦？短裤啊，一条短裤不也是吗？短裤舒服点呢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啦，已经很多人都讲哦，你跟我越来越像了哦，你还这样子不是拖甩我？是不是？他是整天跟扮的鬼一模一样这样子。你讲要怎么样分辨哪个是老虎，哪个是 MJ， 我都不会了哦。我也不会。一样不是一样哦，是你的荣幸啊！人家两个跟我一样，我的仙粉多强大哦！学校的妹子不喜欢你这样子啦，人家老辣仔这样。你讲啊，不然怎么样穿啊？怎么样？我有武器啊，可以吗？武器 Supreme 这个 bag 就狂暴，你穿给我看啊！你这么厉害。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 low budget 也可以穿着 swag， 让全校的妹子只为你 wet wet 吧。啦啦啦啦，我是讲看到漏口水 dab 桶啊，你想哪里去接？ A wise man once said， 与其花钱买牌子，还不如投资你的裤子吧。男生的穿搭精髓在于裤子，那但是讲好了今天是 low budget 嘛，所以我只会用两条裤子吧。去学校什么最重要？书包了嘛？你不可能整身穿了 swag swag 却配一个 loop 到爆的包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好像那些 high beast 的 wannabe， 以为穿了一个3000块的潮鞋就很大不了哦，可是要顶着一个30块的布鲁贝贝头有用吗？那我建议呢，可以选这种看起来有点像去 gym 的包，不只是容量大，看起来还男友力 max， 最重要的是 morning class 的时候在班上睡觉也很方便的吧。我这个 look 的精髓就在我身上的这一件由黑穿到灰还要起毛的天然 vintage band tee， 那在内搭一件 Uniqlo 也可以买得到的线条长袖衣，让整体有点层次感。然后你下半身呢，你喜欢穿牛仔裤或者西装裤都可以的吧，但是一般的韩国小哥哥都爱穿西装裤的吧，所以我就配上 MMS Road 接下来要发的这个长腿欧巴西装裤，脚踩 Converse， 一秒就变成那个放浪不羁 Show me the money 的韩国小哥哥 rapper 吧。沿用 F equal to MC square 的理论， Color block 好了就是到你的 creativity 吧，就好像我身上这个凉扯的链吧，啊，这个就是巧思的吧。为什么要戴凉扯？是凉虾。那男子要显魅力，要么就是衬衫，再不然就是西装吧。那不管你多懒啦，穿上西装你都是一个比较有档次的喇喇吧。那穿西装就不一定要穿衬衫的，你可以继续保留你身上这件 band tee 当内搭，外面再披上一件有宽松 cutting 的这个欧巴西装。啊，但是如果你不想穿的一个好像卖 MLM 的 gaggy， 就不要再穿皮鞋窄脚裤了吧。来看这个 converse， 你看见什么？脏，没错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不叫肮脏，它叫沧桑。那正所谓沧海一声笑，妹子看了狂尖叫吧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说，沧桑大海我不要，我只要你的微笑。废哦。讲着讲着我都觉得高潮了的吧。当然这个 look 不一定要穿西裤，你还可以配上一件很 vintage 的牛仔裤吧。然后对哟，这简直是 IG 上面的韩国小哥哥的吧。来快叫我爸，叫我爸，我爸。那我其实想了很久，校园风除了这个 band tee varsity jacket， 我觉得针织的东西呢非常有校园的 vibe， 所以呢我就上淘宝买了这件 MP Studio 的马甲。那你可能觉得它的配色有点像全甲，那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歧视它吧。那记得很久以前我也讲过，男生最需要就是一件白衬衫还有白 T 吧，那因为它 go fresh go clean， 你的脑袋 dirty 也不会有人懂的吧。这所谓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金丝的纯洁就是要靠装的吧。然后再配上那件 vintage 蓝的牛仔裤，这根本就是个学妹暗春视角里的完美学长吧。那这样穿不只可以等你下课，还可以带他旷课吧。哇哈哈哈哈，但是这东西还是要靠样子的，有颜值你妈帅咯。很多人喜欢白衬衫配西裤，那穿得好看的话呢，你就 KBS 的小生，穿得失败就像服务生吧。那不是人人都可以黑白配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那选衬衫就不要选那种很 common 的，你可以试下好像这种韩剧里呢那种有钱仔哦，他们都穿这种 Mandarin color 的衬衫的吧。那颜色呢，赶紧就走一些韩系的那种土色系啊，然后呢就要配西裤。那鞋子呢就不一定要穿皮鞋，你可以尝试配一双小白鞋吧，就千万不要穿这种 all black all red all blue， 如果你不够高穿了迟早 all in 的吧。废哦，那这样穿绅士来不会过分正式，低调来还自带贵气吧，这样穿恐高分全校妹子都觉得你是高富帅的富二代吧。高度已经不重要了吧，重要的是你让人家觉得高攀不起吧。那不要讲我不顶上你啊，很多时候 presentation 呢要拿高分不是看你有多用心，而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让老师分心吧。
那结论是多的那些偶像剧，那不要讲做工那些啦，在学校的 girl 呢，他们的胃口都被养大了的吧。那要么你就是彭于晏，要么你就是李仙，不然啊，与其想要把妹，还不如知难而退吧。那其实呢，去校园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dress code 的，但是在这个求学的阶段是我们最有时间的时候吧。因为有时间所以热血，因为热血所以常常会做很多杀害的事情啊，不是，就是会做很多很热血的事情吧。所以要显得你青春洋溢，就可以从你的兴趣下手。那如果你和老猴一样没有什么兴趣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去 fake 的吧，正所谓 fake it until you made it。所以呢，不会穿没关系，看了这个影片这样穿就对了的吧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两次看个吧，是看了一下我一直吧，要记得 like 我的 page，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想做一个 action move。啊 ，OK， roll， 小心啊。啊 OK， 三二一。哎呀！可以啊。哎，我们做假动作片。三二一。哎呀！什么鬼？哎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！哎呀，不能！三二一，每次你们讲，为什么我没有剃胡须？这不是没有剃胡须，这个是叫什么日枕啊？那什么？还是日，所以它会皮肤敏感。我妈讲哦，我是流着皇族的血。收工，耶！赢了，喂！哎，我有东西要问你，来，你刚刚跳那个 shot 啦，啊，有没有考虑过你想要拍动作片？曾经我想过要把那个在直播做一个动作片一次，但是先不透露是什么，但是我是想要做一个的。我觉得你这种是爱情动作片可以啊，是 fashion boy 的微电影，是动作的。你会带避孕进来吗？这动作片英雄救美这样。我会带进我生命里。